老师啊，无你要收掉啦，摕去送啦，甲气到半边啦。啊，这来啦，是八二啦，五二啦。你无你送过来，今天无你送过来，无你送过来啦，无你载东西啦，二十块。就只有春节尔啦，就春节尔啦，到爆炸你别面的做介绍啦，啊，你讲要做熟啊了，到点等你来啦，现在做等你啦，一百。来一百。搁一百好不好？来一百。来，你到边个边上来？到边个边上？这一包卖一包，这里啊个。你到边个边上？你要想这个油麻螺无？我只有做这两包、两包、三包油麻螺尔，啊，多的别个收了。收起，等于收起，给你啦。OK， 去啊去啊去，不去啦。来，注意啊，这油麻螺最后剩两三包尔。油。一百块，安尼呢？恁来要来只看，我唔知恁要食啥，恁到爱食啥，咱讲实在，有无？小姐，飞机还没有，阿桑。羊肉炉一包一百，这个老师哦，这个我那边黑色的塑胶袋你拿过来哦，这是真正的羊肉哦，牛包，不是两包。做啊无啊，剩一包尔，来来来，真正无啊，这免等啦，一包一百块是恁等啥啦？恁等叫什么厉害哦？江鱼，阿斌，哎，我有一点仔感动，我是要流目屎，头前家拢全部拢起狗的，刚才这个小姐你等我尔。沙白鱼，有人要叫沙白鱼？沙白，老弟，讲真正这未未完，卖搁在咧算来算去，我嘛真无聊啦。来啦来啦，是要来安啦？卖遐吵啦，是恁去清早哦吼，我咧陪我决定就好，好无？等一天来你徛咧头前之后，你决定好无？到底紧嘞？一百两百，一百两百，你听我讲哦，我无讲空笑哦，一百两百，一百两百，一百两百，三百五，全部。我唔知，看你要两百、三百，阿就无变讲啊。阿若要生意，你若要买一百，我较问就好啊。一只生意，即马拢七八十个，五六十个。一百两百好无？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十只。那我可以后面来。可以啦，啊你等你别说讲话等来哦。二四六八十个十一只，啊过只个四只。真的吗？这逼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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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无啥要信来。啊？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你在东京去找杜宾之类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是跟你讲的，别人我嘛不爱买啦。我百五二冰块啦，很好吃啊。卖冰不会太多，冰起来。我本来我买冰啦，我讲过啦，今天两百的吼。来只飞机员啦，写你莫三百个。伊讲伊买别人买别，别人爱买两百啦。哎，别人别人买买两百，伊买买两百，你听无咧啦？结婚刚刚上可以啦。三百个房间，三百房间。因为我知道东京不会上来，所以我可以说他坏话。太夸张了。三百个是要叫我来卖啦！我跟你讲，小弟，这一只百五、百五、百五啦，三只、四啊五啦，我这只拄好差不多比，这只若准一百嘛，五啊五啦。这你问三百个，你若卖准都刷盘紧吼，我无讲笑哦，四百当来。好大。台有台这两只会再超过三百几、三百几块啦哦！我是跟你讲，这只无台，你要台贴五十、四啊五。啊，无买准都刷无啊，紧就对啊。四百甲四啊五两种计数，你爱无？家己带好无？好啦。家带四百就好来吼，我无甲你勉强，这鱼仔算今仔日的，我无惊你看。好早好早，你今仔较晚。哎，来。哎，安尼比较者，要叫小阿即摆才来，即摆头家咧计数。啊，重要着着，即头家咧卖几多水，等我先咧问清楚。你等者。好，快，好快。无紧啊，去那边，去领，去领。阿甘是目睭，爱去看无？吓！第一个先来，阿无就准准刷，拢徛咧看。讲个有诶无诶，即两位先来，我讲起，即个就两位。啊，若买一位徛咧看都好，徛咧看，手看要手安尼来好，咱无啰嗦，即两位先来哦，来两百，一句，我讲一句就一句。外口真侪人咧卖，我安尼讲是无原因诶，因为无人咧卖即个介绍。即两位两百，第二句，请改。
来，这个小姐，你问这個，人先问个先赢来。你注意听一下吼，因为我要收啊吼，这三盒吼，外口你卖爱百块，来一百块，可以，多你就一包我，我提三盒给你就好，有一包，你一包我。一百就对啦，我五十我就无咧卖啦。老姐，我三盒卖一百。你跟我讲吃不完的话，你就放冰箱冷冻，这个可以冷冻哦。煮菜真的啦，煮汤很好吃啦吼。不是饼干，来，龟兰趴火。我没有没有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讲，我们是失误人，那坦克车挡情况嘞，铁路坦克卡车不要去。我都没读书啦，我一百块好不好？最好现在我卖鱼啊，这鱼啊，若无人卖，我笑笑。来，我点好，我点好，我点好来。白了白了，干两下吧。领导要买鱼啊，海货过来哦。你创啥？买鱼啊？啊，海货过来，来来来来来。海货拢卖点啦，全部拢卖点啦。我看你是来这，是你在咧等啥？你啥物等？刚才要来抓哟？要等海货过来啥？警察足久无来安尼。警察未来啦，咱这吼拢未甲封个，就讲这地是私人的土地，你车看哪咧停，乌白停，你等倒咧头壳烂嘛，不警察未来。咱这地是私人的土地，咱这拢无画红，啥物红线、白线拢无就对啊。因为咱这不是路，这一条我卖七十个啦，啥你问这海货过来？你定定个改台，要台三百，无台二啊五，二啊五改台好无？我来包去倒啊，都安啦吼。这里要买就一个人去啦，这好吃啦，这比路是较好吃啊，我最爱食这个啦。过来，鱼啊螃蟹，鱼啊螃蟹，过来买鱼啊来来来，我倒一个问鱼啊，即摆若无买，我甲你讲铁锁甲绑绑起来，我来你擦擦擦擦，倒一个我鱼啊，倒一个倒一个，啊你哦，好你稍等一下啦，这只红柑哦。这红柑哦，吼，红柑哦，这无真熟，这无熟啦吼，啊，把去最后剩一尾尔。这尾红柑你当然用吹，用这无刺哦，这唔是多余哦。最后一尾吼，注意听哦，一百块着。这一只我卖百块，拢无啊，拢无啊。来，过来，伊讲要鱼啊，吼，来鱼啊，来鱼啊，来鱼啊。我咧要参加几点？吼，来来来，这鱼啊吼，我跟你讲，咱宾馆宾馆拢未上市，啊，从四尾箱个才大声。老师较好啊，无一四百箱啊不了啦。老师嘞，现在无准备走恁个去啊啦，真正诶，包大你甲我看卖咧。啊，这个箱诶，一斤即卖外口敢离免离啊个，这个一尾头三尾大，我即卖讲这四尾对无？一百牙手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倒来，倒来，倒来，无要牙手啊，我包恁来吃啦。这钱无咧卖啦，钱咧买袂着啦。包倒来，包倒来，包倒来。我最近食有两个，若买装诶。七八，六八七八，系啊，只个看你个听都是无，来起啊来，起啊来，凊彩啊，不要紧啊，我都熟熟啊面啊啦，哦，等下搁较短，即你问起来，搁一斤两三百，现捞啊，即无点动啊，即咱讲实在。来两百，来两百，两百。我无卖你，你买袂着啦。现捞啊，无冷冻的，现捞啊，大只的哦。来两百，你拄只卖三百的。到后尾来三，再讲一届，阿伯啦。到你。你看我来尔，啊！你我看恁大家，你我跟你讲，这若买起来，囝仔大家拢比你做后壁的，拢比你上前，比你后壁，袂比你后壁，比你后壁。注意看哦，这白酒好吃，米饭这个够好吃。我最后存在我甲分掉，恁注意听一下吼。真歹势啦，拄食后壁真歹势啦，实在讲的啦，这一只鱼仔吼。一百哦。袂等你整啦，我袂甲你讲咁少啦。我加一百甲你买嘛无要紧啊，我加一百甲你买两百甲你买嘛无要紧啊。你讲要买啥？特别挑出来带的，通常会交到高档的，那个海鲜料理店或者是已经包装好了，一只一只包成一包的那一种盒装箱鱼。我最近吃啊，六尾装的啊。700块，这只是买的价格哦。老大，你到要吃几部？昨天生个小阿爸，那有啥物爱？无就无啊，这好无？你
啊尔无啊，我是讲啦，就恁若下下有要食的啦，有要有人来袂晓食的，贵海产贵品的，加好。我一百个，阿伯。哎呀，哇，差不多啊，无我现在收收起来啊，都不是用，都是用阿伯啊。这两尾黄鱼两百啦，也等下解台啦，百八啦，百八啦吼，另外再买下啦吼，再买下啦，阿弟，阿弟，搁你等啥？无啊，有想要买啥无？有想要买无？无，啊无恁是今日在创啥啦？今日想看，今日想看。无啦，若有介意的，咱来讲，才有意思。啊，你都无介，是咧讲啥？啊，这边啥物？啊，这边百五啦。你若有介意来讲，才有才有意思。啊，无介咧讲啥？日式饲料一片一只卖你两百多块，算便宜了。因为你想一下，我拿六只，六只装的，一只多少？我看一下，我上次买的价格。六只一公斤的价格，然后我买700块，然后它全部都是软，但是问题是，他卖你200多块算便宜啊。如果把店租啊、人事成本啊、利润啊、租金全部算进去，他这样卖你200算便宜。就好吃啊，还有大三百一百。我拿一只的成本就是110块。那个真就好吃，现捞的海能打掉双毛的，全价两百块了。我讲实在，讲个实在好，三百种来。卖一只碳，卖一只。如果以它的成本，可能再比我低一点点，也不能低我。好，我切一只只咸丰高汤包好啊。好，母香鱼它的成本我比较低，90块好了。电池成本算进去，智能机块再成本算进去，大哥50块。油电成本算进去，他如果卖你200的话，他可能只赚10块。他如果卖你200的话，赚130。我是要有的，要不买一包好不好？我加一斤给你，五斤给你，足好吃的。这面头啊，这不是冷冻的，就存在尔。别个啰嗦啊，老大个，安尼一句话啦，我惨惨啦，我无讲笑啦，我第50甲你招起啦，总来150啦。我无算啦，总来150啦，搁50块啦，咩？搁50块，包伊啦。不干哈？嘿，百元啦，这黑石头。我家以前还在开日本料理店的时候，百元你听无？六尾装的香鱼，那时候拿的价格才360，母的带软的六尾装才300。现在已经涨很多了。啊，你去给他卖那种。最可怕的是那个大吵家长，最可怕的。那个是包无？安尼拢无啊？安尼你是要坐咧等啥？有想要食啥无？啊，无是要去人家那边？你感觉这共款嘞？这相同的啦，三包25啦，大姐，免得死我，免阁讲啊。那你一百嘞？就是325啦，免讲遐济啦，讲遐是要创啥啦？卖就是要卖啊，要来收手条啊，你是咧？袂晓你袂晓收手条，无买嘛收手煞啊！无你欠面工啊，无你欠人生的啦，欠大条，欠做大条的啦。无你欠细条的啦。无你欠细条，毋才甲你讲较紧的，下袂晓收手煞，收啊就收啊收啊！阿姐来，你拿，你从你三个来拍来。没有。林老师才150的哦，无啰嗦的哦，100。啥物来啦？紧讲啦！阿黑啦，150。你敢卖？你敢卖？我甲你讲车，下载你啊，我你敢卖？注意看哦，拄只两个你全部卖啦，我唔知你看到无？香鱼150，这里250哦，150。免啦，免啦，免啦啦，免啦，免食啦，免啦啦，这免啦鱼啦，嘿啦，免啦好吃啦。你用3-5千块这种我无咧赚啦，3-5千万的这种我较。我出来啊，你啥？鱿鱼哦，给你，叫刀削的，一半两包拢可以。买个大了，那一半拢可以好啦。要来新加坡。再啦，我们叫你阿婆。
我最近看到东西最低，目测一百二，东西一百二。我讲较实在，这两百两百。这一只才卖百三百二，两百二啊五，啊，即卖两百两百，你看者吼，下下单包大只，足钱。在哪里买？你上头讲个时代，你哦，就知影。有需要再跟我讲。因为他不是在市场里面。他三百二哦。我跟你讲吼，恁两个啦，这了钱啦。我先跟你讲者，我无啰嗦啦吼，这米贵大诶，这两包卖百块啦，两包一包二啦，足好食啦吼。我今天下面来了。牛西，牛西比就猪汤就好啦。猪牛西汤哦，阿姐，猪牛西汤，阮迄个我沙米算了导游啦。啊，那是。怎样咩？啊，搁爱拼半斤蛤蟆入味哦。拼。啊，搁拼半斤哦，你若拼无到半斤煮下来，歹吃。一百。啊那啦。你自己记哦。这个蓝鸡蛋虾。你啦，你刚才就会记完呢。很会挑泰国虾，就是不会挑男人。这个蓝鸡蛋阿不要吗？这个蓝鸡蛋。你回啦，你回啦。我啦。这个蓝鸡蛋。无你一只，吃无来哦。我是跟你讲的哦，爸，你吃袂饱三嘞，是啊。别跟你讲笑，你家电话嘛哩。爸，爸你啊啦。下下只咪，咱讲实话哦。别啊，别啊，你别生气啊。哎呀，输到拖嘞，哈塞。你啊，这嘞，这两条嘞。无你生。你含只地下班来。这边好吃，我这边是吧？我跟你讲，这边能吃十块。我这边是哪来吃？我提灯来，你提灯吃啦，你提灯。我提灯配米露。来，这边这边这边下海，你提灯吃好食来，包海我走来吃啊。这后边那边那个坎白。一千八，这现在鱼卵多甜的，一斤几六百块，安尼拢当做伊面去做的，拢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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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出差。那个袋子的鱼卵皮哦，真正无啊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恁老师较好啊。等一下啦，别啥，做起来，鸡腿排，上鸡块，下面门。哎，钱，真的钱啊！对啦，你狗你不以为，我、哦、啊，你什么都会挑，就是不会挑男人，所以才会被排名惨惨惨。是啊，我跟你讲吼，这无出奇，等一下你又不是一个排名啊，现在线上至少有三到几个排名啊。我跟你讲吼，是啊，是啊，无出奇啊吼，最低价吼才百五块呢，百二多。我讲百二的百二，你若无够钱，要三二啊。百二哦，你要三百二元啦，啊要虾也来啦，啊要鲤鱼来啦。免紧免紧免紧，我无咧烦恼，真正。你若咧赶时间先转去，爱甲看。来，迄台白带摕来，我看恁倒一个要走。白带，啊我先摕予你啦。搁一半虾啊，敢毋是？剩遐尔。要三百二元，啊送甲买惯势啊，哦，你若赶时间咧先走啦吼，无送啦吼，红送起定啦嘿。才讲诶，登去食家具啦，没有啊，登去食家具就无啦。别人都不会被排名啊，连上去，只有我会。来，过来，这一只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先看，阿弟阿妹妹有讲啥物啊？讲啥物啊？这个。人咧讲话就是安尼，才会出味。啊，若未堪要开讲，未堪要讲生笑，那我懂。对，唔当你讲话就是安尼，才会出味。安尼也未堪要讲笑，那我懂。人生海海啊。未使讲笑，未使讲笑，我就甲你回歹势啊，歹势我甲我讲笑。啊，你个三百二块，迄拢无价。恁老师个啊，这块我是无啥物搭档啦，干那即块下海。干那即块下海啦，即块下海我一斤重啦，即块下走卖百五啦，来，啊无讲笑啦吼，总来啦，一百。你得去喊我做食哦。卖猪汤用汤个嘛做食。哎，这个一块。他银行的就做吃，还佫一个野手啦，啥物啊？来一包你啦。啊，你这个采访啊？无，无咧采访，无咧采访。伊无咧采访啦，伊无咧采访，真正，伊无咧采访，伊是咧农业尔。伊
是无你采访，你下晡等阿姐，我甲你讲，你后一届来买鱼爱穿较水咧，真正，你爱穿爱。无啦，爱穿较慎重，爱穿。啊，我采访的话，我就开始收钱啊。嗯。这无安尼小我夹一下啦吼，咱讲实在，这两人搁蒙蒙的蒙蒙的，是。刚过红衫哈。红衫无。阿姐啊，阿姐，阿姐，来啦。弟啦。你是咧走连票。你知影我的个性啊？你背包先放咧，你就无一定要买，你敢那咧？阿妹，你阿妹阿久啊，阿嫂。你注意看者吼，我先甲你讲者吼。别人我无爱买就对啊吼，都出去出去干咩呀？这个袋子。我最后甲你问，你是要走去倒啦？这来。拄只卖偌济，我唔知，我先甲你讲下哦，因大家拢无人，无关系人买就对啦。这两只到八十，你卖无？我唔知，我甲你问，我卖敢，你甲我讲对，卖无？怪啦，我甲你讲，别人我无卖啦。干咩接盘？啥物接盘？哪里有？收了，两百。收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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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歹势啊，你再进啊，真正，讲实在，讲屁啊，你是咧等啥？回家回家好啊好啊，你唔等我，是要哪等你？真正啊。阿卡嘛。好啊。你体质比较特殊，你我买袂，你都买，你穿在袂干净，放袂下。你别这样。无你买爱啥都无啊！你可能电视人无钱，电视人即下多啊，只拄着只最翻。啊，人伊骗你啊！甲你做官你是？啊是啦，哎，到老的是丢啦，到老的是丢啦，啊，重点是你嘛爱加减爱少少买一两项啊，买一两项啊。无有事啊，太爷，唔开心去啊！我今麦甲你讲，我今日倒上尔，这是鳗鱼啦，迄个头。啊，大因在咧买鱼啊！我买那鱼头，嗯，无这是闽南人，可有一只咩无是免吃？这等下你用煎豆伊水啊，煎大大伊食起来，咱类似龙胆石斑的，这是足贵的。啊，我是最后存在呀，这无咧算本钱的。哎，上车啦，等下再讲我一遍。我无讲笑，小姐，这一袋超过百五。哦，你敢讲？你听我讲啊，我这我是几年只？五百。你看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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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一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。美女，贵的很呀，贵啊没？咩啊爸，咩啊五爸，阿爸没有啦。我个爸爸是的。我是啊，是不啊？讲伊是去吃好啦，这个有无？安那啦，我无咧菜，我电视了新菜啊，还无好菜啦，注意听啦，注意听啦。有没有觉得最近肩膀痛痛的啦？然后腰酸酸的啦，走路的话拢打滑啊。可能，我哩主要帮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他这边有台戏的金大头、亚戏的，他都有两个。台戏的，台戏相差蛮大。怪哦，怪怪，阿姐你点点头，我先袂吃袂多的，因为你不爱吃。你真正不爱吃，我等下一两三四五六七大个人去，要吃一人先送三块，你不爱吃就卖送去。一包我来甲你讲，本钱绝对无人信啊！这餐馆大肠内底掺大肠的哦，这卖一包的九十块银，足好吃啊！阿妈你老无阿妈先讲过，会香吗？会香吗？足好吃啊！你甲透一撮仔水，你甲滚滚，真足好吃啊！这条啊，这无啊，啊，这个白带鱼，搁一撮仔虾啊，有诶无诶？啊，你甲我看卖者。这较贵一撮啦，无买准都输啊！阮后壁一张全部拢收靠，靠要了收啊！等你下班啊，你啊，等你下班。八两百块。阿哥，请问一下，你几岁？
林老师嘛，有个太假啊！给你，我来，我发电话，我唱一下啊！好，元宵歌也未开。我顶下都，我正下都落去情形，规身要断去啊！等一下啦，这先来啦，这大道吼，这大道吼，这吼，你快哦，你快你先断去，你都还未看到物件，你干哪？你先来看物件嘞，来啦，走走。200块。我买，你稍等一下，别人买，你来足奇怪啊，足奇怪。200块。金龙山，好啊，先收金等去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搁唔是，你若要食虾啊，啊就无即要收开啊，无来要虾啊，咱先化者。好啊，我就先给你吃。啊，这蒜鱼我开予你看者，我算较俗的。你是五七三，我倒袂米的。人阿妈要买，你赶紧收收起来。阿妈，我搞中科的，你甲看者。这真正哦，是地顶我切两块。这外口你买无俗，啊这三地就卖一百，你看卖啊外做多蒜，因为我感觉我无得收掉啊。拢无空的，才200块去。啊，你看一下，无买做做煞，啊，外口有真地头咧卖，你看这有水无？无空的，最多等下中铺的，中铺你听有无？中铺你听有无？拜托一下啦，一间古台的双生蛋拢讲去啊，200块。好，来，真正啦，未到呾一定存一下口。来，小声唠英文者，米多。真好吃啊！这一个人真的，该真的啊，真啊。阿嬷在请，这真好吃。啊，大家拢排坐地，下早我卖八地，我即摆摕十地给你。哎，阿嬷咱拢真吃。哎，两三两地啊。无咱讲个清楚，真正足水个，即我会再真啊卖四地一百，八地卖200，六地、八地、十地，搁200块。我系准度算出来。你个地个哦，你只要留你扫头卡。鞋啊，干咪？最后一届，咱也无换，刷你单啊！鞋啊，先看一下好无？好无？这鞋啊，现流啊哟，这不是冷藏的哟。这最后剩两包哟，这两包我换一届啊，我来甲侬了钱，无人穿啊。这无穿的哟，我这无咧落价，但是你有咧问，啊你若卖，我就无价了哦，100块。买东西无？买东西无？你干咪？100块。伊也唔知，伊也甲你讨论者。我实在是，伊也甲你讨论者。好啦，你有外头考啊？你点去买单？你上课？你上什么课？社区大学。是你是还是什么？小姐，你卖生气。我卖机会卖两三种，这是我卖品质相关的。你拢卖一百吼？到一百对吧？我无讲讲笑，我两百卖两百。这条是给你的啦，因为我无想要扎长，我今仔快乐星期二啦。啊，就是迄袂要紧啦，有机会另外来买一包一包嘛，无要紧。你食看卖咧，因为我这是高品质的啦，这一斤我卖200几的啦，会搞我的啦。啊，美国在咧看来看去啦，这个若无下骹这先算咧，我非让你看一下，无就收我啦，来200。直接俾我整，整到一边脚就对啦。啊，好，你正你若唔走，我真正啦，我气得较好啦。所以玄振，你现在在修硕士学程吗？你看啊、哦，真正我后壁只我一星期都甲拖出来，我今仔我来了钱，要来甘不落去啦。比如我整个一边做落来，这虾啊现捞的，200块，现捞的，现。这虾啊真正现捞啊，恁老师我三时吼，你食看卖哩啦，无啊啦，真早呀无啊啦，规身我等十条啦。这虾后壁是要等啥啦？西门风干那有粉痕，粉痕冰冻啊，你啊无疼啊？啊无，无变强啊，你都等啥你？要不要？没关系，好吃。300种来。阿妈，你豆豆看好，我这无甲你勉强啦，这鱼也无甲你勉强啦。这个小姐剩你等一半尔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确实搁载转去啦吼。只要看到的，剩只咱知我偷钓袂钓啦。你买我吞落去啦，最后一遍哦。这是包我卖50块的贡丸啦，贡丸吼，贡丸吼，300包哦，100有人来举手，来这一个。熊赞，你说三包一包了，有人来加酒了。我要先洗澡，半截。我该先去站着去了。开直播，大小姐哦，来，我跟你讲过哦，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啦哦。啊，你连工来买，啊，像这200块70块啦。无啦吼，啊，你连起手的好啊，啊，你点一看去啊，你坚持要看，看这，来啦，看这啦，要看无？啊，这要看无？我等我你看，来，我上来。
啊，你疼，你疼，你疼，来来。哦，这个这个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太简单哦。哇，不错不错。有肉汁哦。一个一个肉汁哦。无啦，有用，我这个。有啊，煎不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教师证，所以我算讲师而已。我懒得去换教师证，所以我算讲师而已。算鱼完全无饲的，全部拢规地吧。你我拢落去整落去钱啦。我问一个人客啦吼，这一斤算鱼300几啦。这盘算鱼你卖甲我问几地啦吼，200块。我卖过甲我看，我就安尼就好啊吼。啊，谢谢，来收。收啊熊赞，我有一对一个别教学。